士兵把我们载到车上，载到海边。每个人的手脚都被用铁丝穿过去，绑在一起。我眼睛被蒙着，听到砰砰的枪声越来越近。前面中枪的人拖着我掉到海里，双脚的铁丝松了。我用双脚拼命的划水，好不容易游到远处的岸上。我是南基隆，台南吧，台南你又我是南吧，你莫过来，过过，过南基隆这微微带来了。那电视拢在播啊？电视嘛在播啊？电视有在播。但你但你拢在播啊？啊，播完了。播二二八。没有。嘿啊。啊，有播帮我拍到呀，到呀。有啊，家人火车头码头遐嘛有啊。哦，遐有人拍了。嘿啊。拍死。我唔知。阿公阿公，咱来讲个事。好啦好啦，卖讲。我家个代志就讲，拄好叫有人拍牌。